真的很厉害，哎，好粗哦，好怪。哎，问题是这边怎么藏宝藏啊？宝藏会不会在树里面？哦，对啊，这样我们还是没有一个方向。宝藏到底会在哪里啊？啊！会不会这个宝藏就只是一个会许愿的树啊？ 宝藏怎么可能可以许愿的神木而已啊？能许愿也很棒啊，要是真的能心想事成就好了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还是不懂通往自由的意思。对呀、啊。大家放轻松一点嘛，不如我们大家一起来许愿。嗯，我们把愿望呢写在纸条上，然后埋起来，过几年之后呢，大家再一起回来看看愿望实现了没有。许愿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你有笔吗？我。验尸当。有，OK。毕业就找到工作，25岁当上主管，25岁买车，28岁结婚。28岁买房，28岁买第二房，要付花园，出租用，老婆要长头发、长腿，而且脾气要好一点。一定要先当上主管，才能结婚生孩子，这样子公司才不会因为我结婚生子而把我fire掉。35岁买下一个游艇。40岁退休。我希望一天比一天看到更多的世界。我希望一天比一天成为更好的人。 遇到一个爱我，我也爱他的人。写完了。对。希望找到爷爷给我通往自由的答案。希望大家可以永远像今天这样聚在一起。 棒哎，一定会实现的。这不就跟我梦境一样吗？接下来不就是？哎，这个人愿望是天天玩游戏告别处男啊！干嘛把人家愿望说出来啊？干嘛背叛人家啦？那简单来讲嘛。大哥说的是我爱的真。你有错？ 我爱了JN幸福。喂，JN，JN是谁啊？JN，该不会是佳恩吧？佳恩，哈哈，郑仁伟。 你干嘛把我在公司里的英文名字写出来啊？你要写我就写白雪就好啦。英文名字？对啊，我英文名字叫 Jenny， 缩写就是 JN。 哦，大哥，你还怕我们知道啊？你喜欢他本来就是事实啊，这全世界都知道的事了。对啦，是白雪啦，这又不是什么新闻呢。 刚刚还有人在说佳恩呢，对。不要闹了。嗯。既然我们希望神木帮我们实现愿望，我们就来唱一首歌给神木听，来取悦他。取悦神木。嗯。之前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找到一首童谣，叫做《月亮与水牛》。 我们唱歌给神木听，他一定会很开心。我先唱一遍哦。嗯。
摩托车牛，拼青拉，马杜马，马黑蒙，摩托车牛，拼青拉，马杜努巴来，可米会啥？马青拉，罗卡诺。拉琴拉，拉琴如拉琴。耶！哈哈哈哈！大家再唱一遍哦。啊，看第一句是摩托车牛，拉琴。